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身穿安踏加油 T， 助威中国队传承奥运精神，致敬榜样力量。5月25日16点整，由安踏倾力打造的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正式发布。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，安踏品牌全球首席代言人王一博再次身穿冬奥国旗款运动服，走入了我们的视线。身穿安踏中国加油 T， 助威中国队。26日中午13点整，王一博携手中国国家队奥运选手拍摄的宣传片《爱运动，中国有安踏》上线。我们见证了中国健儿的强大信念。为了信念，你能拼到哪一步？为了信念，我们会拼到最后一步。这不仅是对奥运选手的提问，也是王一博对自己的提问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问。因为信念，所以坚持。因为坚持，所以精彩。安踏打造奥运装备，为国加油助威，支持比赛，更支持爱运动的每一个人。我们期盼中的国健儿能身着领奖装备，一次又一次地站到领奖台上，共同实现我们体育的强国梦和中国梦，传承奥运精神，致敬榜样力量。耐克解约事件后，王一博将会与哪家国产运动品牌合作，无疑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4月27日开始，连续三天安踏暗藏小心思的官宣文案来了一波又一波。4月29日8:05，安踏体育正式官宣王一博成为安踏品牌全球首席代言人。这么有仪式感的时间点，可以说非常符合王一博的风格，是品牌方的小心思，也是品牌方的偏爱。据说国旗款服装的设计，其目的在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，激发民众关心、支持、参与冬奥的热情。如今年轻一代对于主旋律的理解与认可在逐渐增强，独具个性的 Z 世代引领内容消费潮流，基于文化认同的圈层经济在崛起，国货品牌迎来了契机，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国货需要崛起，潮流更需要拥有自己的文化。北京冬奥会是中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，对于展现国家形象、振奋民族精神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国民品牌安踏与 Z 世代的优秀青年王一博的携手合作，在理念上有着高度的契合，他们在向大众展示自信独立的时尚新潮流，传播创新文化，彰显中国自信。他们希望这一系列运动服装能走入生活，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能融入每个人的生活，成为人们的自信符号，让每个人心中充满文化自豪感和归属感。安踏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，特许经营计划承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，而王一博作为冬奥文化推广使者，毅力超群，对体育有着无比的热情，他们都担负着宣传冬奥赛事的使命。主旋律需要大格局、大情怀，有深度、有内涵。明星效应在热点事件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今天王一博用他自身纯粹的热爱、纯粹的青春热忱，传递着美好，以榜样力量弘扬正能量，传递着奥林匹克精神，助力我们体育强国梦，助力北京冬奥。这种正能量的输出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多正向的引导和影响，无论是在行业内外还是社会上，反响都是优质的。近一年来，王一博开始参与到主旋律的号召中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正能量的形象和事迹。在王一博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耿直、善良、努力、勇于担当、拼搏奋斗，与时代同向而行、同向前进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正能量优秀艺人。安踏是唯一一个国旗商用的中国品牌，致力于中国的体育事业，与王一博联手，无疑是品牌的一次重要革新。我们期待双方的强强联合，能为我们书写更精彩的品牌故事，缔造更多品牌中国传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
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